林咧，我要請一個特別嘉賓嚟，佢喺西班牙遠道而嚟嘅，喺西班牙度做 musical 嘅第一位華人喺西班牙度做 musical， 佢叫做 Etheria 陳子晴 ，Thank you。其實很難得咧，今日佢可以出現嘅，因為佢啱啱先翻嚟香港。而咧，其實佢除咗係第一位華人喺西班牙做嘅歌手之外咧，佢仲係我第一個，即係我寫歌俾人咧，佢係我第一個收歌嘅人咯。佢係寫咗首歌俾佢。咁呢首歌咧就係我作曲，咁就我交咗俾佢填詞咯。咁呢一首歌。呢首歌是叫做《Knife in My Heart》。To blind to see
time, but it's fine.